究竟厨师做了什么令自己失去自由，还留下一生遗憾？今晚六点一起案件解密。来向我是我家欢迎收看《警星三六零》。啱啱過去的星期五六，一連兩日在警察學院舉行了 One Day as a PI， 連同警隊學長計劃夏令營的環節。PI 即是 Probationary Inspector， 見習督察，學員親身體驗了 PI 在學院的生活，當中包括接受戰術訓練、模擬實境案件處理、野外定向、體能訓練、步操，去突破意志和體能的極限。他們還在警察學院留宿了一晚。體驗完一日入門版的警察訓練後，第二日的夏令營亦有很多具有挑戰性的活動給學員組隊參與，每隊團結一致，衝破重重考驗，包括領導才能練習、模擬警務工作、常見場景等。我們見到學員們在過程中全程投入，真的很熱血啊！相信對他們來講一定是畢生難忘的經歷。有興趣加入警隊學長計劃的同學仔，可以瀏覽下面小片貼出的網址看詳情。今集案件解密和大家拆解這宗案件。案中十八岁琪琪做了一个错误选择，令她悔不当初。五年前，2019年7月，有日琪琪回到家，她男朋友阿朗说她基普的朋友介绍她做厨房，还说可以带女朋友一起做。琪琪那下很兴奋，有得搵钱，不过是觉得怪怪地，两个都不是煮开饭的人，无啦啦点会话请佢哋咧？个老细俾咗啲架餐阿朗，跟住就叫佢哋去九龙开工。不过唔系茶餐厅，而系酒店。上到酒店房，打开个黑色手提袋，见到一嚿嚿白色嘅砖，冇错，系可卡因。仲有啲沙煲鹌鹑、电子磅、透明袋。琪琪心谂：唔好玩啦，犯法噶。嗰时佢先知道，原来厨房是制毒的意思。煮面就话识啫，煮毒品、哦。原来有位师傅会 FaceTime 教佢哋点样去制毒，戴晒口罩、手套，系咁拍个铁烧机，又要加埋梳打粉，再加热。琪琪见男朋友话做，咁咪跟住佢去做咯。每次搞啲粉，隔住个口罩都闻到嗰阵酸味。最惨系隔一阵又要搬豆。拎住个行李箧走嚟走去，每次都提心吊胆，煮完一次又一次，每次拎起一包去磅重，琪琪都可以选择放低。每次行入酒店房之前，佢都仲有机会翻转头，但系明知犯法，明知会坐监，佢都继续去做。究竟系因为乜嘢呢？隔几日又搬新斗。琪琪同佢男朋友讲：，其实我都有啲惊啊，不如我哋唔好再搞啦。大家估下阿朗讲咩？冇事喎，我哋好难先搭到呢条路嚟做噶。其实制毒嘅时候，琪琪系咁收到妈妈嘅电话，但系佢都冇听。到下一次再听到妈妈把声，已经系佢俾警察拉咗之后。琪琪同佢男朋友离开酒店嘅时候，被警察截停搜查，继而拘捕。行李箧入面搜到超过一公斤霹雳可卡因。其后再喺佢哋屋企揾到更加多毒品，屋企人亦都见证住拘捕嘅过程，心痛、震惊，屋企人都喊晒出嚟。警方之后再拘捕埋幕后主脑，被判25年监禁，而琪琪同阿朗一同被起诉。串谋制造危险药物，分别被判处12年6个月以及16年8个月监禁。从依宗案件，希望家长多加留意同关心仔女，会唔会突然间有不明来历以及昂贵嘅消费品，或者有唔寻常嘅收入。如果有发现，应该及早介入。琪琪失去咗嘅，除咗系自由，仲留低一生难以弥补嘅遗憾。我哋一齐听下佢本人点样讲。我叫琪琪，今年23岁，我已经入咗嚟4年半，大概仲有4年左右嘅时间先至出翻去。我想同大家讲就系，你要知道到你真系俾人拉嘅嗰一刻，
你所揾嘅錢同你將要付出喺監獄入邊嘅時間係永遠唔會成正比咯。如果你明知係錯嘅，你都仲繼續做嘅話，你嗰種唔係勇氣而係傻咯。咁多高危警示嘅，原来由8月4日起，32间银行同10个电子钱包已经将可疑账户警示扩展到喺网上同银行柜位进行嘅即时转账。如果收款人嘅资料喺防骗伺服器上面系高危有伏，即系已经确认同骗案有关，市民就会收到自动弹出嘅警示，提醒佢唔好过数。防骗伺服器嘅保护网又大咗啦！你唔知道咩系高危警示？其实由去年11月起，防骗伺服器已经连接咗转数快。同樣地，如果收款方的轉數快資料是跟警方已知的詐騙案有關，在確認轉帳之前會自動彈出高危警示，提醒市民可能被金錢騙子。可惜仍然有市民忽略了這個警示繼續轉帳，最後很不抵地被人騙了錢。所以今天我想呼籲各位，雖然沒有警示的交易不代表一定安全，但見到高危警示就一定不要過數啦。如果大家喜歡今集的內容，就記得 Like 和 Share 啦，還有 Subscribe 我們警隊的 Facebook 和 YouTube Channel 啊。接下來想我們拍些什麼題材，就留言告訴小編聽啦。拜拜。